造桥，什么时候能造得起来？就是钱不够，听说钱不够啊，就是。不是还差多少钱？差多少啊？有了桥就好了。来来来，我们来听啊。桥要造出来，有多少人呢？是啊，是啊。顾姐，你家捐多少啊？三两，没办法呀。各位乡亲，静一下，静一下。大家捐助的造万民桥的钱物够不够？我们现在先听吴学究给我们念一下捐单啊，请。陈大进，捐银200两；苏小龙，捐银5两；木料1根；杨朱氏，捐银2两；木料4方。何四海捐10料9方，高继平捐钱足10贯，高明忠捐木料10根。有了万民桥啊，就再不用担心翻船了。哎，听着听着，听他说啊，哎，这些钱呐，造桥还不够，至少还少1000两银子。我捐文银1000两。和尚，请问师父上下在哪个宝寺出家呀？我乃黄莲寺出家，大号苦瓜和尚。这和尚可真是苦够了。苦瓜师父，你的心意我们领了，看来你化缘的钱比我们更难得，断不能让你为我们受累。我和尚一言，驷马难追。9条骡子也难追。我和尚有的是钱呐，1000两纹银，一分钱也不会少的。哎，和尚，你钱在哪儿啊？就是，哎，请先施舍一壶酒，让我润润嗓子再讲嘛。哎呦，这和尚骗吃骗喝呀！啊，不要闹，不要闹了。酒保，哎，拿壶酒给这位师傅。好嘞，你喝酒。哎，给你酒。现在言归正传，请大家继续认圈吧。啊，再想想看，写上。苦瓜和尚捐白银1000两。1000两。师傅果真要捐？那还有假？王二。哎。抓大。哎。郭大力。哎。钱坨子，跟我来。哎，好。哎，把这几块石头啊搬过去。过去没问题。快快快快快快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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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哎，把它压上。来，把它压上。王员外啊，这几块石头上我都写上字了。请你派2个人看着。好。如果有人想看这上面的字啊，只管让他看好了。如果有人想看这底下石头上的字啊，那就要出文银100两。100两。如果想看这第3块石头上的字啊，那就要出文银300两。300两。如果想看这最后石头上的字呢，那就要付文银600两。600两啊。依你依你。但愿菩萨显灵啊，也不枉你一片苦心。这和尚真是疯了，他哪有这样的呆子？谁舍得花1000两银子？啊，上面写的什么字啊？这和尚也真够神的。就是他喊的4个人都不识字。是啊。香啊。师父若不嫌弃，请便。
请问苦瓜贵姓？啊？师父如何晓得在下小名叫苦瓜呢？在下姓吴名扬，与师父从不相识啊。你看你看，我们有缘了不是？你小名叫苦瓜，我大名叫苦瓜，我是黄莲寺苦瓜和尚，有方到此。如此倒好，我俩一个从军，一个游方，正巧扣到一处去了。不过啊，苦中有甜，甜中有苦，否极还泰来呢嘛。我看你这一辈子吃了不少的苦头了吧。啊，正是。像我吴某当年娶妻成家才三日，便应征从军，在军中奉命夜探敌营，不料被敌方抓住，押往北方做苦工，一晃就是四年，实在是吃尽了苦头啊。四年之后我从北方逃出，回到军营还受到赏赐，这不现在合议已成，我卸甲归田，回乡来寻找娇妻。慢点，真可谓是苦尽甜来啊。可是我近乡情切都到家门口了，这心里边反而发虚了。这不到这儿来喝上两盅，定定神呢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不过施主啊，事无定事，凡事不可过于执着。执着嘛要添烦恼的。吃啊吃啊。你不是吴阳吗？是我，婆婆。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我回来了。我的老婆呢？那年发大水，这儿都淹了，有个姓罗的划船来把你老婆救走了，他这一走就再没回来。你到哪儿去呀？我找我老婆。哎呀，天色不早了，路又那么远，你就在我这儿住一夜，明天再走吧。啊，来，来吧。快来吧。怎么样，有没有人来看石头啊？只有看第一块的，没有人愿意掏钱看第二块的。反正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，你们就再辛苦一下，说不定啊这个和尚还真有点灵验。万一要没有，我们也没吃亏啊，全当开开心嘛。话可不能这么说呀，出家人不打妄语。我和尚可没有功夫跟你们先开心哦。大师父醒了，
我这是顺口一说，不要介意啊。来，你先喝口茶。来，给我。大师傅啊，时间不早了，石头上的字要换这么多银子也实在太你的心意乡亲们都领了，造桥的银子我们再另想办法，就让大力他们守到晚，你到我家去用点斋饭。不忙不忙，大家心里都盼着造桥的银子呢，我苦瓜和尚辛苦到底了，谁让我是辛苦的呢？好好好，那就再等半个时辰，等到太阳落山吧。哎，小姐，你看。张丁、你快去问问。请问那告示上的石头何在啊？就是这些石头啊。生不姓张，本姓黄。就是我，张丁、我要看第二块石头。请二位把上面的石头移开，我家小姐要看第二块石头。要看可得给钱的，100两银子。把银子给他。好好好。这是纹银100两，请收下。这说的就是我。哎，员外啊，真的有人给钱了。就是他们二位。是吗？快搬。搬。夜夜梦中见亲娘，菩萨，苍天有眼，这说的就是我。我要看下面的石头。要300两。好好，给。快给他钱。寻娘千里来张竹，员外员外，这里是什么地名？此地是张竹古镇。对了，一点都不错，确实是菩萨在指引我，菩萨指我一片孝心，谢谢菩萨。张爹，快把银子全拿出来。我没了。员外，这儿是赤金8两，折合纹银400两，求父老们开恩仪式。难得一片孝心呐、办。员外，那和尚先前说了，想看第三块石头要付600两，可是现在他们只有400两，还差200两啊。这位小姐大老远的来到张主，我张主人怎能为造桥缺银而为难这位小姐呢？这200两银子我们另找出处。别说800两，就是1两也没有，我们也要移石搬。慢，这造桥的1000两银子是我和尚认捐的，1两都不能少。怎么，这人情我自己不会做，要你们瞎操心呐？银两不够吗？不能搬，就是不能搬。大师傅，小弟有礼了。在下吴阳与大师傅前日有一面之缘呢。望高僧连这位小姐一片真情，也给在下一点面子，就叫她少出200两吧。是苦瓜兄弟来说情来了啊！好。和尚也是。不够嘛？我要给你个谜语猜猜。谜语？你要猜对了嘛，就可以；这猜不对嘛，那就没法了。听师傅说来，我猜。世上何物最硬呢？铁最硬啊！不对，铁遇到火就化了呀，怎么最硬呢？真的是。那师傅何为最硬呢？依我看呐，最硬不过胡须。
胡须胡须怎能言硬，师父笑话了。你想想，城墙般厚的脸皮都让他钻了出来，还有什么比他更硬啊？大师父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你想积德行善帮别人，尽管用你的银两去帮嘛，何必用脸面之皮呢？大师父言之有理，我这里是带着二百两银子，这是我多年艰辛苦熬所得。此次回乡寻妻，本打算买两亩薄地维持家计，也罢，你既这么说，我就把它捐出来造桥也好，日后名字刻在桥上，身后留名，也算是件幸事啊。好，施主啊，你是救人一难呐、啊！好，我替众人谢你了。不敢当，不敢当。不过嘛，你想身后留名，我也送你一句话。师父，请讲。善不图报才是真善呐、啊。说啥？员外啊，你看呐啊，这一千两银子都在这儿了。我和尚卸差了，你们呢可以搬石头了。啊，来帮帮忙，大家来帮帮忙，来来来，哎，遇见亲娘，到法王，各位父老请了，这里可有地方叫法王吗？哎呀，不知道，没听说过，不知道不知道。这就奇了，你们的石头明明是这样写的，怎么会无人知道呢？姑娘有所不知，这石头上的字不是我们写的，就是这位师，师傅呢？刚才还在这儿了。哎，这和尚可真坑人，花了一千两银子，没有找到要找的地方。姑娘，你可否告知这石头上的字和你千里寻娘的由来吗？是这样的，小女名叫赵慧娘，父母是在余姚开茶庄的，可是我本不姓赵，我是丹徒柳林庄人士。八岁那年经兵南犯，我身生父母带着我逃兵荒，不料生父被乱兵射杀，生母只好领着我靠讨千家饭度日，实在活不下去了，只好把我送给余姚的赵氏夫妇为女。那石头上写着生不姓赵本姓黄，说的就是我，我本名就叫做黄莲。哎，命可真够苦的。哎，那第二块石头呢？第二块石头上写着夜夜梦中见亲娘，我余姚的父母家境好，人对我也好，可这十几年来我总是忘不了。你还别说，这风和尚还真是神仙下凡啊。黄莲小姐，这三四块石头上可否有菩萨指路啊？我余姚父母见我天天发愁不得笑颜，只好心头割爱，放我出来寻娘亲，让我带足了盘缠，还让老家人张丁陪着我来。可是这石头上写着要见亲娘去法王，你们却无人知道在哪儿。难得姑娘一片孝心，不过在下无阳，倒是听说这河对岸十几里路有一个法王寺，会不会就是这个法王呢？哎，别胡扯了，他娘怎么会在和尚庙里呢？且慢，据小老儿所知，那法王寺早已毁弃，七八年前又在原处盖了个明月庵，莫非你娘在庵里容身呢？有可能就是这个所在，你快去看看吧。哎，快去看看吧。吴大哥啊，小女子真是拖累你了，所欠银两日后一定奉还。姑娘不必客气，这法王寺过河十几里路，那我就陪你一块走吧。多谢了啊，小师傅，这儿有余姚出家的师太吗？我不知道啊。哎呀，哎，那不是苦瓜大师傅吗？他怎么也在这儿啊？哎，师太，你看这是谁？苦瓜师傅，谢谢你的指引，我以为见不到你呢。哎，会见到的，我们的缘分还不浅嘞。苦瓜师傅，也许你们认错人了，这是杭州灵隐寺的道济大师啊。
哦，原来是远近闻名的济公活佛啊！济公活佛。不必不必，锦绣师太，这才是真正的苦瓜呀！喏，这就是黄连呀，啊，黄连，不记得了？娘，走吧。娘，娘。黄连是从余姚来，长大父母对你可好？余姚家中父母对女儿很好，可是娘，女儿这十几年来日思夜想娘亲，余姚的家中父母见女儿如此，只好让老家人张斌陪女儿一路回乡寻娘亲，成全女儿的孝心。真是难得啊，我佛慈悲。娘，女儿千里来此不易，以后再也不和娘分开了。哎呀，你看你们在这里没了没结的，我和尚还饿着肚皮没用斋饭嘞。黄莲姑娘，你就不必在这里出家了，你为寻娘亲出家，正说明你尘缘未断嘞。锦绣师太，你就留他多住些日子，啊，我也不在你这用斋饭了。吴阳兄弟，我们走，到你家喝酒，让你老婆做几个好菜啊！走走走走走。哎，怎么怎么，你也不肯花一顿斋饭给我和尚？师傅，不是我不肯，我。一言难尽。吴大哥，你还没找到大嫂，真是拖累你了。阿弥陀佛呀，真是啊，念你一心向善，我就不向你化缘了啊。这样吧，我们能相会到一起呀，就是有缘嘞。嘿嘿嘿，贫僧送你们二人一人一间宝屋，日后啊用得着地。这是太上老君炼了千年的通仙丹，喏，活人吃了马上死，死人吃了马上活，啊！多谢师父，多谢师父啊！我就跟苦瓜兄弟一同上路到星级镇花园去，你呀，就先在这里住些日子，我们还见得着你啊！走走走走走走。我没钱了。你不是还有零钱的吗？来来来来，店家一个包子。师傅，吃吧。就一个包子啊？啊，那我们两人怎么吃啊？两个人分吧，两人都吃不饱都不好受。我要一个人吃吧，我看你饿，我心里也不好受。你吃吧。不过你要吃了，我就更不好受了。这样，你再找老板娘化缘，添几个啊？哎呀，师傅，你就吃吧。哎，快去呀！你吃嘛，你找他还他会给的。哎呀，你先吃吧，师傅。他会给的，你说我这一个不够吃啊？先吃吧。天津，你去找他。哎呀，你这找他。师傅，这几个包子你们先吃吧。这包子不要钱。哦，不要钱啊？那谢谢了啊。啊，是，哇，真好啊。你看多好啊。我还不谢谢老板娘。哦，对，谢谢老板娘。不用客气。娘子。
杨慈。你是吴吴郎？怎么，你真的认不出我了？你是吴郎？你真认不出我了？吴郎，吴郎，恩义兄弟啊，我是吴阳啊。怎么，你连大哥都不认识了？大哥，哎呀，是大哥呀！来来来，坐坐坐。好。大哥，几年前听说你被金人所掳，后来就没了音信了呀。我是被金人抓去了，后来好不容易才设法逃出来。这孩子是谁的？说话呀，说呀，愣着干什么啊？好，你们不说呀，我和尚替你们说了吧。他呀，这孩子是他们二人所生，名字就叫罗念哥。哎呀，谁知道你出去打了那么多年的仗啊？哎，又一点消息都没有，多亏你这好心的兄弟啊，好心相助。这么多年了，照顾你妻子啊，也就怪不得人家了。你想开点吧。楼楼楼恩义，你怎么能做出这等事情？哎，你想开点，想开点。哎呀，想开点，想开点。哎呀，还有你，你为什么不等我回来呀？哎呀，娘子，我看既然大哥已经回来了，你还是跟他走吧。别胡思乱想了，孩子怎么办？再说这也不是你的错，你还是早点歇息吧。天意，像我吴阳历尽千辛万苦，朝思暮想就盼着团圆的这一天，谁想到头来却落得这般的下场，还不如别想那么多了，一切随缘吧。可是师父，这个罗恩义跟我从小就是兄弟呀。是是是是。俗话说，朋友妻不可欺。可他竟然抢走我的老婆。师父，你佛法无边，你可得帮帮我。这样的事情连佛菩萨也帮不了你忙的啊。这样只能你自己解决，要知道因果自造啊。好了，你好好想想吧，我要睡了。师父，
谁呀？你醒醒，你听外面什么声音吗？你醒醒啊！哎呀，你醒一醒。可能是猫，像是碰倒了什么。娘子，快睡吧。嗯。客官，来来来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哎，打二两酒。哎，你要点什么？哎，来点酒。哎，好嘞。哎，苦瓜呀！啊，你这是怎么的了啊？啊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啊，坐坐坐。哎呀，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好梦啊，梦见你变成一个娃娃了。哎呀，在那里一个人玩，玩的好高兴啊，又翻跟头，又拿大顶的，好痛快哟。哎。师傅，嗯，还记得你送给我的那个药丸吗？啊，真的能让活人死，让死人活？那当然。哎，苦瓜呀，我看我们俩这么待着不是个事儿啊，你呀还是跟我走，咱们出外花园游逛天下吧。啊，哎，嗯，咱们吃完了饭上路吧。啊，师傅，我在此地还有点事情要办。等我办妥了，就陪师傅上路。就怕替我付酒钱不是？师傅，我去去就来。哎，好好好好好好好。哎，师傅，我去去就来啊。啊，你放心，你放心，你办你的事，我办我的事。啊，哎，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喝喝喝喝喝。客官慢用，这酒真不错啊。啊，恩义兄弟在吗？啊，在。恩义，你出来，大哥来了。啊，大哥来了，请屋里坐吧。啊，不了，我有事要和你商量。嗯，来吃菜吃菜，来来来。哎，你没得见了。兄弟，我这几天就要离开此地，离开之前，想请娘子到酒店吃顿饭，顺便说几句话。啊，不知可以吗？啊，当然可以，大哥尽管吩咐。啊，娘子，嗯，娘子，你陪大哥去一趟吧。啊，再喝一点。嗯，哎，你早啊。哎，哎，你最晚，是吧？别走啊，还得给我付酒钱呢。我啊，我们这一两天不是要走吗？嗯，我约了娘子告别一下。哦，也请师父来作陪啊。啊，是得好好告别。啊，请坐，请坐，你也坐，你也坐。哎，小二，哎，来来来，你看客人来了。哎，好嘞。哎，有好菜多上几盘啊。好嘞，放心，有人付钱啊，快去。哎哎。我和娘子一别数年，没有好好照顾她，实在是不应该啊。菜来了，客官。啊，今天我要敬你几杯，算是将往事一笔勾销。我去拿酒。哎，来来，来来，您吃。哎，我自己来。哎，好，吃菜，来，好的，嗯，哎，怎么样？来来来，来来，喝喝，来来喝喝喝，这菜不错吧？哎，还可以，哎，来来来，来吃吃，来来，一个耐心啊，来，哎，再喝一杯，来，跟他讲啊，好，今天。吃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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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
哥，你今生今世给我的，且终身难忘。我知道你心里不好过，这都是我的错。几年前逃荒到这里，全凭恩义兄弟照顾，你们俩都是我的恩人。后来从军回来的人都说，你被俘后为金人所杀。我和恩义兄弟闻听以后，都万分悲痛。我们为你烧香，超度你七七四十九天呢。后来我帮他干活，闲话也多，于是就嫁给了他。这件事是我对不起你，可我没有办法呀。刚才大师傅教我，临别时喝一次对饮交杯酒，算是妾身送大哥，重登好前程。来，我先敬你。慢慢慢慢慢，且慢且慢。你二人今天是喝对饮交杯酒啊？既然是喝对饮交杯酒嘛，就应该你喝他的，他喝你这一杯。啊、不，大师傅，这个杯子大，他酒量不行，还是让我喝吧。哎，不，应该让他喝这一杯。哎呦，我先把他喝了吧。你真的把它喝了？嗯。娘子，你自己保重，保重。嗯，好酒量啊！吴郎，师傅他怎么了？哎，不要紧。吴郎，吴大哥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想不开呗。我吴大哥不是那种想不开的人，如果不是他施舍银子给我，我根本就见不到我娘。你还不信？告诉你吧，我陪他到这里来寻妻，结果呢，他老婆改嫁了别人了。嫁了别人？哎呦，他这一时想不通哦，心里呀、啊、痛苦得不得了，结果呢，半夜里想去杀人，又自杀。可是呢又想啊，哈，请他老婆喝酒，结果呢自己在酒里下了药，停尸了。你看，师父，你为什么不救他呢？哎呀，净说傻话。师父，你救救他吧。不行的，因为他用了我的宝贝啊，那可是太上老君的仙丹呐、啊、那活人变死，那我有什么办法？通仙丹我也有一粒，不是可以让死人变活吗？姑娘啊，那可是你的宝贝啊，你留着要派大用场的嘞。吴大哥助我寻母，恩重如山，我一定要救他的。那你真舍得？嗯，那行，那你看着办吧，我和尚管不了了。师父，你救救他吧，师父。好，姑娘你一片真情啊，那就试试看吧。给他用了、嗯、用了。 嗯， 来，起来啊，姑娘一片诚意啊，要把你救活。下去，这就行了啊，躺下。哄嘛你把你哄。师父。你看看这是谁呀？黄莲姑娘。吴大哥。我这是。师父，吴大哥已经想通了。哦，他想通了，那好啊。
他要跟我去余姚，您说好吗？这还有什么好不好的呢？只要你高兴就行呗。我看呐，你们余姚县要多出一个倒插门的女婿嘞。师傅，你怎么也逗我？我还要跟你修行呢。哦，嗯，黄莲姑娘说什么修行呢？我在说要跟师傅修行一辈子啊。哦，修行不靠师傅，要靠自己。我早已看出你们二人有缘嘞，你们现在已经认清了无缘之情不可强求的道理呀。好，贫僧啊，去了。哎，师父，你真的不要我们了？哎，我是无牵无挂上路啊。哎，师父，师父，哎，有缘自会来相会嘛。你看看，你那个有缘变无缘，无缘又成有缘，无缘有缘皆是缘呐。